我要把你变小了，三二一，让我们变小吧。但愿你稍稍有点瘦弱的身材能够快速的穿越这个路线，好吧 ？OK， 准备好了，预备，开始。黄队的冯爸爸出战啦！这位当年放弃了电视转播站的稳定工作，自主创业，如今是 DIY 电子产品发烧友的冯爸爸，不知道面对实实在在的巨大客厅，是不是有些不知所措呢？身手非常矫健，顺利拿到护目镜，好的。转身一跃，一个潇洒的落地，漂亮！看来是女儿心目中的偶像啊，还在犹豫什么呢？向你的下一关进发吧！哇，爸爸笑眯眯，看上去很高兴的样子。哇，冯慧爸爸，我再给你增加点趣味性吧。来啦！晨晨，不会吧？只听说过朋友来了有好酒，竟然还有朋友来了就上苏打水的说法吗？冯爸爸一步一个兵格，动作干脆利落，丝毫没有被这枪林弹雨的阵势所吓倒。伟大的黄队爸爸，他继承了中华民族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的光荣传统。刘翔、孙杨在这一刻灵魂附体，冯爸爸一个人代表了中国爸爸屹立不倒的顶梁柱的光辉形象。快快快！这速度可以。在老婆的甜蜜催促下，冯爸爸戴上手套，向桌子发起了冲击。好啊，小心滑。Yeah. 还喝过苏打水，又有好酒，不是好咖啡来喽。这甜中带苦带涩，苦尽甘来的味道，您就慢慢一个人享受吧。我担心爸爸被咖啡水冲走哦。一路跑向汉堡，我的黄色小包上奔了过去。我现在呢是到了最难的时候了。第一颗糖果来了，远远的落在前头。站在唱片外缘的冯爸爸因为转幅过大，又错失一颗。平安还是这个接着。好嘛，这次糖果穿手而过，直愣愣摔在地上。我说冯爸爸，你不是从小就喜爱电子产品吗？平时唱片机对你来说不过是随手搞定的玩意儿吗？怎么变小了之后就频频失手，完全找不到感觉呢？直起身子又来一颗，哎呀，一个前倾扑地，这行头这架势，冯爸爸似乎已经无法应对这短暂的唱片机了，任凭糖果撇了一地，终究敌不过这销魂的一摔呀、啊！摔出了唱片机。副机长能不能一展当年的英姿？哎呦，看来母女俩都对你充满信心呢、啊。站上跑步机，用右脚适应一下速度。老爸，你可以的，加油！脚底打滑，好的。冯爸爸并没有倒下，依然坚持手脚并用，与跑步机履带做着最后的抗争。可惜，这一切的美好向往都被这个巨大的网球砸得粉碎。哇塞，冯爸爸竟然没有按常理出牌，一个箭步跨上飞奔的跑步机，沉沉的网球来了，小心，扒紧了，哎呀，太可惜了。眼见着双手已经扒住了胜利的彼岸，可惜下半身还是敌不过跑步机疯狂的转速，一眨眼又回到了原点。好，趴在垫子上，冯爸爸捶胸顿足啊。冯爸爸再次爬上了跑步机，带着母女俩的期望，冯爸爸向终点发起了第三次冲击。哎呀，又打滑了！冯爸爸竟然又用他的狗爬式招牌动作，奇迹般的站了起来。他霸气的挡开网球，一个劲儿向前冲。一个猛扑，拔下插头，终于成功了。哎，冯辉给爸爸一个评价呢，觉得他的表现怎么样？很好，很好。好在什么地方呢？好在他跑完了。好在他跑完了。啊，他有坚持。比赛的时候你紧张吗？不紧张，我对他很有信心哦。我们看一下你们的速度到底是多少？晨晨，他们的表现怎么样？你们用的时间呢是6分26秒。6分26，可以呀、啊。给我们红队制造了很大的空间哦。好吧，满意的不要太早。来看看我们红队的家庭。说你到了法定结婚年龄了吗？刚刚好啊。刚刚好。20岁啊。哇，那么一点都没耽误啊。对呀、啊。好，那两位，我把你们变小了。3、2、1，让我们变小吧。好啦，冠军的爸爸妈妈，看你们的表现啦，要做一个榜样给女儿哦。必须的。预备，开始。世界冠军的爸妈上场了。不知道冯辉的运动天赋是遗传了爸爸的力量，还是妈妈的灵活呢？捏住鼻子，紧闭双眼，冯爸入水的姿势还真是笔直挺拔呀。拨开泡沫，抓
女儿稚嫩的加油声甜美却有力，这可是世界冠军在为你呐喊啊！老爸要拼了！顺利取下饼干，冠军老妈，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老妈早已恭候多时。啊，妈妈，轮到你上场了，我给你点调味品呢。哇，直接命中靶心，交了个正着啊！不过这点小风小浪算什么？要知道，这位80后老妈也是运动健将，社区乒乓球赛的冠军呢，轻轻松松就通过了意大利面碗，牛，实在是牛！我的神呐、啊，这就是江湖上失传已久的凌波微步吗？冠军啊，社区乒乓球也很厉害。老妈丝毫没有耽搁，直接跳入面粉碟中，这擀面技巧真是炉火纯青啊！面粉丝见场面壮观，可就是不见手套。哎呦，我都快 hold 不住了，小心面粉喷泉！力经受者总算找到了手套，老妈，我对你有信心，接下来就看你如何帅气的征服巨型铲勺阵了。一脚登上第一把勺子，哟，还是蛮快的嘛。果然有三点高人一等，身体好，体能好，身体能力好。加油！在老爸的帮助下。一路骑到了对岸，无需勺子，徒手就关闭了阀门。这80后辣妈真是够辣！哎，我先问问爸爸，你觉得和上一轮比赛比，这个怎么样啊？还挺顺利。冯辉对爸爸妈妈的评价怎么样？很好。我们这一轮有信心吗？我反正我是有信心，你们怎么样？我有信心。好，那晨晨，我们这次成绩怎么样？虽然呢，爸爸拖了一点小小的后腿，但是呢，最后你们的成绩还是挺不错的，5分10秒。5分10秒，5分10秒，哎呦，挺快的吧？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你红队的表现了。那我们要准备去比赛了，世界冠军，看你的喽。好，大山一会儿给你们加油啊！我给你们加油。好，3、2、1，让我们变小吧。OK， 好了，1、2、3，开始！世界冠军的 XXS 梦幻之旅现在开始了。不知道脱下轮滑鞋的冯辉能否成为儿童房里的小精灵呢？果然是运动在放铅笔，那边小冯辉已经向网球拍进发了。加很多的油啊！不要光加油，我来给你加点料吧。嘿嘿，砸偏了吧？要想砸世界冠军可没那么容易啊！又来一个，直接从头上擦了过去，好险！还在梦里恍惚的小峰辉又侥幸逃。晨晨，你说我们的时间如何呀？最后你的成绩是5分02秒。5分02秒，峰辉你自己说满意吗？这个？满意。你不觉得很有压力吗？看后面红队的比赛。没有。那最后我们给红队送一句话吧。红队，你赢不了我们的。你赢不了我们的。那我们就走着瞧吧。来，我们的陈浩南家庭，耶，有没有感受到你背后的压力啊？没有啊，我们防给你们比不了。